Shaolin Gu Shen Gong， 主要功效就是强腰固肾，蓝本还原。少林一宗云，肾有内外，修炼内肾能固肾强腰，修炼外肾能滋阴壮阳。这套功法对人体内肾和外肾及腰脊进行综合修炼，医者活腰固本，促进腰肾血液循环，强化骨质，柔韧筋络，抗除衰老；二者洗髓生津，济精补髓，以去邪扶正，促进人体内分泌，增强肾功能。这套功法对消化系统、分泌系统和泌尿系统有明显功效。阎王禅师少林固肾功歌诀云：合掌观心，心观肾，九鬼拔刀拧腰身，九牛拽尾立在后，小鬼推门向后心，双手攀脚要拱脊，玉带缠腰系肾门，提气收阴壮阳脉，手护神丸固肾精，背手护腰流活水，济精补髓髓生津，起腹收腰架三角，仰面朝天气归真。
Thank you.
天下功夫出少林，一金洗髓最上乘。少林一金经洗髓经，自古为少林寺高僧一代代秘密相传的镇寺法宝，为少林寺内功心法之最上乘。潜心修炼，功德圆满，能打通任督二脉及人体周身经络，体悟少林内功的最高境界。近年来，阎王禅师率领弟子应邀奔走于国门内外，四处弘法，传授易筋经、洗髓经和易筋洗髓功，效果很好，成绩斐然。由于地域和年龄的差异，大众身体各不相同，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功法与功效。阎王禅师根据大众身体情况及其生理机能进行分类，再配合易筋洗髓内功心法和少林禅武规律，闭关修行，潜心参悟，终于创编了少林易筋洗髓养生功法系列。易筋洗髓养生功法系列是由易筋经和洗髓经演化而来。何为易筋？简单的说，易就是变化，筋就是经络，易筋就是改变经络。修炼易筋经能改变人体经络的质与形，让它刚柔相济，灵动活泼，以通行血脉。再说洗髓，髓就是骨髓，髓能生精，精能活气，气能通神，髓为精气神之根本。洗髓就是洗去髓中的杂质病毒，消除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污秽，增强人体免疫功能。易筋洗髓养生功法融易筋精液和洗髓精髓于一体，对人体的具体部位和功能进行强化修炼，招式统一，功力集中，对击施法功效十分显著。少林养心功以养心护心为根本，对人体心脏进行系统修炼，集中时间加强功力，直接打通心脉，对心血管、心肌及心脏神经等有明显功效，可调节血压，增强心力。这套功法最适合于中老年朋友和患有心脏疾病的朋友练习。心脏为人体发动机，长期修炼此功能增强发动机马力，提高人体生命力，永葆青春，回归自然。少林医治功以健脑益智为宗旨，人体以头为天，以足为地，天圆地达才是生命自然。这套功法以天为本，集中修炼脑脊神经和脑血管，使脑部经脉畅通，血液循环。青少年修炼这套功法可以促进脑部发育，增强智力，增长智慧，老年朋友修炼则可延缓衰老，预防及治疗偏瘫、中风和老年痴呆症。大众朋友修炼可减缓神经衰弱，消除工作疲劳，提高生命活力。少林壮骨功的主要功效就是强筋壮骨，增长力气。这套功法集中功力，对全身筋骨进行综合修炼，易筋通脉，舒筋活络，强壮筋骨，洗髓生筋，济筋补髓，滋养筋骨，易筋洗髓，内外兼修，动静相宜，刚柔相济。青少年修炼这套功法能促进钙质吸收，加强骨骼发育，中老年人修炼能减缓钙质流失，强化骨质，使骨骼柔韧而坚硬。少林消脂功
其主要功效就是消除人体多余脂肪，促进消化和分泌功能，调节营养吸收。人体脂肪有四，一为皮肉脂肪，人们常说的减肥瘦身，这是对这部分脂肪进行锻炼或做医学处理。二为内脏脂肪，包括脏内和脏外脂肪。三为血管脂肪，如血栓、脉管粥样硬化等，皆因血管脂肪过量而成。四为骨髓脂肪，若其过剩，就会阻碍骨髓再生，影响人体免疫功能。少林消脂功就是对这些部位及其功能进行强化修炼，益筋消脂，洗髓化脂，疏通筋脉，使气血运行畅通无碍。全经云，久坐伤筋，久视伤神。少林伏案功专为办公人员、商业人员、政府官员及足不出户的各行各业人员而设，功法招式简洁，方便有效。少林拳打卧牛之地，功练方寸之间，修炼者不离开办公桌及座椅之间，抽出片刻时间进行修炼，可预防、缓解、治疗脑、肌、腰、颈、双目、四肢、前列腺等周身疲劳和疾病，及其引起的办公室综合症和电脑综合症。这套功法还适合于司机朋友修炼。少林八段锦分立式八段锦和坐式八段锦，其中坐式八段锦又称文八段，立式八段锦称武八段。立式八段锦是由易筋经演化而来，由于易筋经、洗髓经专业性强，动作难度较大，修炼时间长，不适合大众修炼。少林寺高僧就从易筋经中抽出八个精华动作，集锦为一，取名立式八段锦。同时又从洗髓经中抽出八组动作，做坐式八段锦。这八个招式简洁而有效，可治人身八苦，周身百病。文武八段锦能综合修炼，易筋而洗髓，洗髓而易筋，功德福德更是不可限量。